话语区时间15分，而家 Minecraft 版本又更新咗16WS 嘅 40A， 我头先玩咗试玩，我发觉嗰啲右手揸住嗰个叫回复生命人嗰个道具，打极都唔死，就算炸打炸唔死，基本上。我先試過兩次都咗，我俾翻條片大家睇下先。不過我要 send 完先就要。琴日諗住用屍體炸嘅人，無啦啦俾個船撞死嗰陣時，我而家飛一飛。到大家睇翻尋日10月6日嗰陣時，咩？喺邊度啊？呢個。啊嘿！你老母唔打柒啦！到底是你撞我定我撞你啊？點解話我自己懟冧咗自己啊？算啦，我唔聽你講嘢。佢一見佢就 kill 咗。咁咧你先，我加唔加產啊？炸死一次，唔係撞死一次。咪俾佢用我咩何專槍撞爛，撞死咗。你喺邊啊？你未睇完啊？大家都知道到底邊個唔啱啦，係佢唔啱，唔係我唔啱啊！好像說重陽節打風，不過那個颱風艾莉是吹香港機會很小，所以說剛才早間新聞就說那把三號信號的機會不大，因為在之後早我給個颱風看看先，給個超大的圖你看看，它的颱風原來是轉了路徑的，轉了這個轉吹香港吹得很小，所以說那把號的機會不大，所以可能不到吹河內那裡，曼谷可能吹，哎，打完了。